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15，唐三藏法师玄奘，奉诏译，初分较量功德品，第30-13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眼界，眼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眼界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耳界，耳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耳界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、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、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、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、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
无二，无二分故，庆喜有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庆喜，鼻界，鼻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鼻界性空，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庆喜，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有此故说，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庆喜，舌界，舌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舌界性空，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庆喜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
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清晰，身界，身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身界性空，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庆喜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庆喜，意界，意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意界性空，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庆喜，法界、
异世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异世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法界异世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无二、无二分故，清晰。由此故说，以异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，眼界，眼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眼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无二、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无二、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色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庆喜，耳界，耳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耳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无二、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庆喜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
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庆喜，鼻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鼻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庆喜，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相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，由此故说，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庆喜，舌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舌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庆喜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
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庆喜身界，身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身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庆喜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意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庆喜意界，意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意界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庆喜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法界、意识界及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意界等无二为方便，
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洗眼界，眼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眼界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洗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洗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洗耳界，耳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耳界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洗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洗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洗鼻界，鼻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鼻界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
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晰相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相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相界彼时界及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由此故说，以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？清晰舌界，舌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舌界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？清晰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由此故说，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？庆喜身界，身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身界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？庆喜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处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
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异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洗异界，异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异界性空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，清洗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洗，由此故说，以异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洗眼界，眼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眼界性空与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洗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洗，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畏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
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庆喜二界，二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二界性空与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庆喜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庆喜鼻界、鼻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鼻界性空与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庆喜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
由此故说，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舌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舌界，舌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舌界性空与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味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庆喜由此故说，以舌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身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身界，身界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身界性空与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四无所谓，四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
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、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身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异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，异界，异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异界性空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，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法界、意识界及异处，异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异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眼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清晰，眼界，眼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眼界性空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
恒住舍性，清晰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色界、眼识界及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眼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耳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清晰，耳界，耳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耳界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清晰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耳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鼻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清晰，鼻界，鼻界性空。何以故？以鼻界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清晰，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，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。何以故？以香界、鼻识界及鼻处，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鼻界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